那行吧，咱们今天就来抽这个罗刹呀。地址我已经选好了，就在这个景元的大将军府这儿，对吧？嗯，这老黑大概攒了应该有30000星穷啊，今天一定得抽到罗刹。那走吧，咱们直接来吧，第一发十连，看看战果如何。哦，第一个就是佩拉，这是卢卡的那个光锥啊。第一发十连，一个卢卡的光锥，然后一个佩拉。好嘞，第二发。哎，青雀，虎克。行吧，第二发十连，一个青雀，一个虎克。第三发。又是一个佩拉，不能来个御空吗？第三发十连，一个佩拉。第四发，哎，又是佩拉，服了，又要再来佩拉了，来个御空吧。完了，第四发十连，一个佩拉。第五发。哎，来了，御空。第五发十连，一个御空。第六发。青雀。然后是那个西路瓦的专武。完了，第六发，一个青雀，一个西路瓦的那个专属光锥。第七发，哎，来了来了，第七发成了成了，能不能行？能不行？哎，先来一个青雀，罗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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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，可千万别歪啊！好 ，nice， 罗刹。喵，老黑也忘了这是小保底还是大保底了，还给了一个余生的第一天。行吧，七十发捞到，对吧？一个青雀，一个余生的第一天，然后罗刹到手，感觉还可以，还余着17000的这个星穹。然后弄不好的话，什么卡夫卡刃还可以赌一波，对吧？专属光锥咱就不要抽了，在这个专这个光锥感觉一般啊。